张川。香蕉。说啥讲啥呢，给你，老香了，特别香。谢谢，客气。螺蛳粉几包呀、啊？螺蛳粉发九包啊，亲爱的，发九包，九包。能放鞋垫吗？你想放啥就放啥呗。好，我收到，真好吃，谢谢啊。饼几个？你们要这个饼吗？自己在家当，随便煎一下当早餐吃，绝绝子，真的老好吃了，特别香。我以前从来不会卖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我直播间不适合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正儿八经吃起来是真的香了，哎呀妈呀啊！这个饼你们自己在家吃，你们家老人孩子那个宝妈通都能吃，在外面买一个都要5块钱6块钱啊，随便加一点点料，我的妈，卖到7-8块啊！潼关千层饼应该都听说过吧，很有名，很有名。它这个面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，直接面，它直接给你弄好了，那么直接弄好了，在你家煎锅里面煎，反复煎，煎到煎至金黄，几分钟就可以了。煎完之后的饼啊，特别特别的酥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煎完之后，然后我这有点凉了啊，能不能看到它是千层的，特别的酥。然后你煎完之后，哎，把它撕开，里面就可以看到是正儿八经的哦，真的是千层饼，绝绝子。金针菇有吗？金针菇没有，没有菇啊，能不能看到品质老好了啊？我们都有卖千层，都有卖潼关饼。我跟你说，小吃单上面有好多那个店主卖千层，卖那个潼关千层饼的，就跟那个肉夹馍道理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就这个饼，你就哎把它一撕开，自己煎，煎锅里煎，反复煎完之后啊，里面加一点点菜，自己家做的话啊，很便宜。
你有老公吗？没有老公哎，没有老公，没结婚呢，没结婚呢，随便放什么就可以了，基本们啊，有什么家里有什么菜放什么菜就 OK 啊，非常好吃，老香了，然后吃到嘴里是酥脆的那种，你们自己现煎现吃啊，特别酥脆，嗯，它这个饼。看到没有，一丝一丝的啊，一缕缕的，是千层的那种啊。空气炸锅、煎锅煎都可以，电饼铛、空气炸锅、煎锅煎煎几分钟就可以了，非常方便。给你家孩子、给你家老公、给你自己啊，姐妹们，分分钟一个早餐就 OK 了。比肉夹馍好吃，对，它是酥脆的，你们刚煎完出来，它是酥，特别特别酥脆。下次我吃的时候你再给我煎，嗯，因为这个是助理一个小时之前煎的了，但是你们煎完之后会比我手上更好啊，更好，知道吗？你们要这个饼吗？要不要？上前排几个，你们要这个饼的话，给你们来一波，正儿八经的，当早餐、当点心、当夜宵都可以，家里有什么菜放什么菜就可以了。啊，生鲜两天发货，在外面买这一个饼胚，自己买单独一个饼啊，单独一个饼，里面什么菜都不夹，姐妹们，哪怕夹一个生菜吧，那玩意也要3块钱一个吧，是不是啊？你夹在什么？在北方啊，在北方都不吃什么大米饭、主食，他们就吃饼，是不是？里面加点菜，家里炒个菜啊，加个什么西红柿啊，什么炒鸡蛋，什么东西，随便你什么菜往里一夹就可以了啊，随便你啥都可以，好不好？特别的酥脆啊，特别的酥脆，然后可以的，空气炸锅、煎锅煎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来，不墨迹了，给他们来一波吧。咱平时不卖这一类东西啊，难得卖一次，给你们来一波。单独买一个饼的话，外面做好的，自己煎锅煎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外面买好的，买好的，都得3块钱一个，里面什么都没有啊。是清蒸的吗？不是清蒸的，里面有猪油啊。一个、两个，来3个，每一个上面都给你做好了啊。自己在锅里面煎的时候，直接把袋子撕开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啊，生鲜冷链发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来9。10个饼，得不得30块钱？30块钱是不是？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15个饼，得多少钱？3块钱一个，3块钱一个，每个都是独立包装啊，生鲜冷链用泡沫箱加冰袋发货，这个卖个几天就不卖了，夏天的时候它卖不了，里面随你夹什么菜都 OK， 明白吗？它是酥脆的，然后千层的，比肉夹馍还好吃。3块钱一个，一个饼胚3块钱一个，15得是不是45块钱？今天咱不要啊，一步到位啊，萝卜干发几盒？萝卜干方啊，2盒，11块2盒啊，里面都有数量的。第一天买，直接给我一步到位吧，来，29块有包邮，3块钱一个，29块就只能买几个，只能买10个。今年我给你发啊，15个。如果想你这样是你上快手相亲直播间，又有人相中你，妈呀，我不在直播间相亲，姐妹啊，不在，我不在直播间相亲，干啥呀？来。今天要不要？分分钟就可以做个早餐了，直接在煎锅里煎个几分钟就可以了，姐妹啊，煎的特别的酥脆啊，你们现煎现吃，现煎现吃，能不能看到？特别特别的酥脆，里面随便夹什么菜都 OK， 都可以啊。这里面的是任何油，就是你直接冷锅煎，不是，你热锅煎，不是不用放油都可以，它直接给你起酥好了，明白吗？在煎锅里面直接煎个反复煎个几分钟，煎至金黄，就跟我直播间展示的是一模一样了，特别的酥脆，它这个边边能不能看到啊？它是起酥千层的啊，品质老好了。不讲了，今天所有拍下复盘中的29块9毛钱，只能买了10个。今天给你们，所有超市里面都有的卖啊，直接一个饼胚卖3块钱，你可以去看。我们是直接独立包装，看到没有？撕一个做一个，放在冰箱里冷冻里面啊，拿出来吃一个吃做一个，吃一个煎一个，吃一个煎一个，行不行？今天所有拍下29块9毛钱，15个不够，给你们再加5个，来17、18、19、20个。3块钱一个饼胚，你也得差不多60块钱吧？今天咱不要60，姐妹们，这个饼胚你可以去你周边所有超市啊、便利店里面去看，这个有那种冷冻，在冷冻柜里面打开，里面都有的卖，29块9毛钱，可能就是一包要卖到29块9，里面只有15个，今天我给你发20个，明白了吗？发20个啊！你们见的每一个饼它都是这样子，特别的金黄酥脆，能不能看到？特别酥脆。然后你把这个饼撕开之后，你家里有什么菜，你就给它夹什么菜，一个早餐、一个点心、一个晚餐就 OK 了。特别是在北方的小姐妹，一般就是不吃大米饭的，是不是？吃个饼啊，哎，吃个什么这种面食。放点小咸菜呀，放点炒菜呀啥的都可以，放点土豆丝啊，是不是？哎呦我的妈，老香了啊！我是北方的，我不是什么，我不是，我是南方的啊，我是南方的，明白了吧？你夹什么菜都可以啊，发几个？发二十个，我就放点鸡肉在里面啊，放点鸡肉在里面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就行啊，懂我的意思就行。看到没有啊？看到没有？就跟你们街边卖的那个肉夹馍，姐妹们，我说实话，这里面放点菜，那个肉夹馍多少钱一个？恨不得都卖到10几块钱一个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一个饼胚，单独一个饼胚，什么东西都放好了，自己煎锅在你们锅煎锅里面煎就可以了。然后平均下来的话，一个菜多少钱？自己在家做的话，又干净又卫生又方便啊！这个饼你们全家人都能吃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但是清蒸不能吃啊。
叫潼关千层饼，你里面加多少菜都可以，随你自己啊。这个饼的话，这撕开就是千层的，要30个，我的妈呀，特别的酥脆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品我卖的好累啊，特别香。孕妇能吃吗？你们别扣30了，姐妹，这么低吧，这么低吧，别扣30了，拍下所有付款成功的。我在20的基础上，因为包装箱啊特别的贵，里面有冰袋儿，超重了，明白吗？啊，生鲜冷链用泡沫箱加冰袋儿发货，我在20的基础上给你们最后再加5吧，来拿到手所有付款成功的，每一个饼胚都是独立包装，能不能看到啊？能不能看到？煎一个撕一个煎一次，干净又卫生。去你周边所有的超市里面去看啊，这一个饼胚卖到3块钱一个，29.9只能卖到10个。今天所有拍下给你们发整整25个，行了吧？咱也是第一次卖这个东西，但是我今天吃的话是真好吃啊。特别的香酥脆，你们煎完之后我给你看看啊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嗯，能不能看到特别的酥啊，特别的酥，撕开之后里面是千层的一个状态，能不能看到是正儿八经的潼关千层饼。我跟你说，你都不要买，不要煮饭了，你家就炒一个菜，煎两个饼，姐妹啊，10块钱不到就解决了，一家人的饭就 OK 了，我的妈，这29.9减6块钱运费，助理，29.9减6块钱运费多少钱？23.9，你给我除以30，多少钱一个？这个饼胚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做的，姐妹们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，知道吗？老人孩子孕妇宝妈都能吃，自己在那做的话你都做不出来7毛来钱，生鲜冷链发货已经累这么高了，放冰箱冷冻保存啊，煎锅里面反复煎个几分钟，它自然就蓬起来了，自然就酥起来了，明白吗？不需要加任何的一点油啊，除非是不粘锅啊，就是你家锅粘锅的话稍微刷一丝丝油就可以了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丝丝的油啊，有一点点油了，几毛钱？7毛多，你们去砍价啊！悠悠不管要卖什么，你们都得给我砍价。我的妈，你要买个肉夹馍都得10几块钱。保质期冷冻可以放12个月啊，冷冻可以放12个月。